大家好，我是恰一脚。你有没有假猪一脚啊？阿伯啊，阿伯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吃了饭没啦？挖死了，拖地鱼啊！猪大哥好，猪大哥好，宜君好，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。哎呀，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厉害厉害！啊，好开心哦！林北膀胱无力的，我们跳舞还会这样。这叫情不自禁。哎，他们都是我的偶像哎。谢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真的很红，谢谢。而且你知道这首歌哦，其实它的由来是在台中，台中为台中来啊，你不相信哦？孔庆老师，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，感情也同样无法自拔。台中是这样的吗？是的，台中恰恰、哦、有没有？台中恰恰是啊，啊你都唔捌看到恁爸在跳舞。哎呦，啊这恰恰，我咧跳是欧比恰恰，欧比恰恰，恰恰啊、好学一会，等一下。原来就叫欧比恰恰，我倒像觉得像台湾的卓别林。上海叫卓别林啊，窦姓林老伯卓别林。嘿，无关系啦，还是美国的一个旧名啦。哦，美国的，系啊，美国麦教我讲，不错，我听得懂啊，麦教我讲，不要跟我讲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人家都知道你们是什么的啊，来这里讲一些那个闽南语话。好，闽南语话我们真的不会，真的不会呀，所以不会你要学啊。你好，我的节目你当然要学啊。你叫我，你叫我。那你是什么名字？你就自己讲啊。哦，那个，我大概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恰一脚。你有没有假猪一脚啊？阿杰啦，阿杰啊，阿杰啊，阿杰啊。我就是阿杰啦，我就是阿杰啦，我就是阿杰，嘿，阿杰啦，这次很标准，袂使阿杰啦，阿杰啦，卡就佫无共，哎，你睇吼，好，好来，啊，换你，阿伯啊，阿伯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吃了饭没啦？挖死了，拖地鱼啊，我比较随和啊，那个人，你是讲什么闽南语的？闽南语啊。你也要引好声，你不要带你又脑髓爬死。你这个话好像在刺激他呢。真的吗？你我问他吃的饭了没了吗？哦，那你要讲说阿伯，阿伯，你吃饱没？你吃饱了没？哎，不是，你安尼讲的别输，伊吃饱就爱起去背啊。阿你，哎，啊，我误会了，我在。哎，阿伯，吃饱没啊？啊，我是苏迪威啊，哈，你好啊，哈，我今麦听一句啦，伊讲阿伯啊，伊要苏迪威哦，你食啦。啊，我乃听做讲阿伯啊，我是要苏迪威啦。你是个讲话吗？我是苏迪威。哦，对啊，我是收机位。哦，你是收机位。对啊，阿刚没收吧？收音机吗？就是收音机。收音机吗？收音机，不是吗？是苏迪威，不是收音机，是盐酥鸡。盐酥鸡，我是盐酥鸡。你家有收音机哦？他要胸肌哦，那你可以摸看看有没有收音机。不要这样啊！哎呀，都来摆在前面的。好啦，不错啦，好了，你们诚意就好，对不对？闽南语观众要去看，可能是你们以前那一些观众，像我的年纪这一批，可能就不会去看。
那么要朱哥你帮我们了，你要邀请一下、okay. 我有兄弟娃，我都冒汗了。好了好了，这个可以讲小忌惮啦。哦，原来你安尼讲广告，不也所在人找无啦？啊，我已经替你广告了啊，够意思了吗？谢谢谢谢，够意思。赚钱要多少哈？啊，谢谢朱大哥，谢谢朱大哥，谢谢。他的意思，你们要分多少分他一点啊？我没有这样啦，请我吃一碗阳春面，我就很高兴，对不对？我很少出国，所以我们没有碰到。没有，我们也很少来台湾，因为没机会嘛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来到台湾，台湾是我们的第二个家，因为我们是发第一张国语专辑是在台湾的，所以台湾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。你是有在台湾赚到钱讲台湾的话是吧？没有，是留下很多很深刻的回忆。这个台湾人很有感情的。对对对对，你看我出国深造十多年回来，他们还是很爱我的。对对对，会讲闽南语，这个还一点点而已，要会唱闽南语歌，会啊，当然会啊，我们不但只会唱闽南歌，而且那首歌呢是我自己写的一首作曲，是作曲，作曲你写，作曲啊，不懂闽南语，我有写啊，真的，对啊，他不是你歌吗？你自己写，他不是我歌，我是他歌，我有同意吗？你到底要不要唱？对不起，要。我们我们三个在讲事情，你们两个已经对，因为他们要弄清楚身份呢，因为他以为他是他哥哥，我以为他是哥哥，他是哥哥，他弟弟。对，那你是喜欢哪一个？坦白讲，坦白讲，是要哥哥还弟弟，还是两个都来？我不敢一定。你是喜欢我？对不起，我今天身体不好。看明是诸葛会笑。诸葛会社，你们现在收看的是《明视诸葛会社》。